心怀高度，硬是一出好汉杀好汉之策咯。燕山罗家父子王彪率领大军攻击瓦岗寨，罗成领先锋，罗成各地瓦岗寨有自家兄弟，要使出快攻战略咯。瓦岗寨改为金王城，听起来无像绿林的贼巢才对啊！啊！燕山罗家领兵来攻咯，再谈出兵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五分雕追，领兵五万出敌，出兵。向阔海追，领兵五万为第二队，出兵。背元庆追，领兵三万为第三队，出兵。吴天石追，领一万强弩手掩护，处处就是以退为进，主力就是强进军，出兵啊！吴勇啊，罗爷是老好人呢，不用硬入壳。罗爷是真强的高将，应该是请按兵不动，派人去找真强倒转来，来做和平的使者吧。军师，请不过三五军入去才好啊。是。啊！两军相接，杀声如雷，烟尘逼攻。天下第一枪，威风大振。我讲的三路军已经组织排阵抽回了。时阵无神的官兵急急追赶，且慢，唔通追，唔通追啊！急流勇退，收兵回营，遵命啊！天哪、啊，吴勇，胜败乃是兵家常事，吴勇不必自责吧？兵刀上一方面完善，一方面找真强回来，才是上策啊！哼，我不能让燕山罗家威胁我的金融城。三天后，再命白元庆出阵讨战，再报出木马夺枪阵，可败燕山军。燕山罗家威震边界数十年，使外围不敢侵犯，可见伊对战场经验格外丰富。我军强不能硬心敌手啊！军师，你对本王失去了信心了吗？不敢，不敢。安尼啦，调高金尤俊达，处理说明，献乎伊这个外国公杨素，乃是凤高钓鱼之计。因两人乘机欲行刺外国公杨素咯。明神杨素军营戒备森严。尤俊达走进囚车，特别救出金王李世民。哦，鸡排官，你真了？是啊是啊，千岁吼，就是利用这个夜间时啊，特别夜深李世民呐，叫我安尼抓李世民来去赢掉海心门。安尼好，赶紧打开。何叔，将军啊，这朝廷的侵犯李世民呐。啊！千岁讲哦，特别用夜深门口经咧。哦，千岁你困了，嘿，伊就交代我叫咧。安尼好，请进。多谢，多谢了。千岁、啊，李世民多来啊了。千岁啊，什么？李世民多来。这俺多来从啥？千岁，千岁，哎呀，今天啦，恁大家拢甲恁们点点照乖，听清楚，迄个外国公杨素已经翘起啊，国台，哦，阮大家讲你听，这个
干王杨林，外国公杨素，甲这个杨帝杨广啊，这都是一丘之貉了。因这班人啊，操惯人命，迄、那个水条无外久就会灭的。恁全军赶紧投降我军，日后那是有明主重镇调岗的时阵呢，恁都是公分的。好，恁唔免对阮呢，过时咯。嘿，大家过时咯。对，小万，小万，卖对。八国公杨素已经被斩，那是有朝廷在，咱家大家完全爱被判死刑啦。得，我看破，来去投降我军。对啊，钟建书啊，准备随我来吧。金龙啊，你受惊了，受惊了。什么的金龙？鲁北九。哎，哎，就是金王李世民。那个杨帝杨广都封的了，那咱无法认定了。嘿，你讲的嘛有理。几位，你俩特别厉害我。也得要救我，又说是外国公杨素，真是令我莫名其妙啊！啊，李公子啊，你唔免疑问啦，阮拢总是忠君爱国的青年就对吼。也呾我咧想啊，你想啥？都直接讲我听落去啦。哦，李公子是安怎我哪会伫个客店遐哩了？若无安尼啊，袂当进迄个干国公迄个杨素啦，对。啊！阮一世人上怨叹，怨叹这个隋炀帝杨广，搁再来就是这个靠山龙杨林，啊个外国公杨素，搁再来就是迄个乌文化吉民兵囝啦。这若无治啊，天哪是未太平呢。讲实在啦，二位胆识超人，令我敬服啊。不是超人啊，是废人啊。这要我准得废人，卖大互相浪费求进步啦。啊，总讲一句啦，迄、那个暴君啊，奸臣贼子，一定爱低调，国家这太平都无唔对啊！是，这会当得到安和乐利的日子啦。一句啦，迄靠山龙杨林啦，迄奸相啦，乌文化的兵将，无来甲台中骂名哩。下来以后的代志啦，二位兄弟各姓大名呢？呀，啊，讲遐久啊，讲也无报名来，看足歹势了。哎，我就是叫做尤俊达。我叫做听高金啊，金属部的结拜三十九兄弟再来就对了。哦，原来是金英雄的结拜二兄弟啊，有幸听幸，现在贵府何处呢？无刀了。啊，无刀？哼，咱敢那无影？伊较早就是伫瓦岗这做王呢，吼、哦，啊嫌艰苦，怎啊溜出来？即嘛怎啊变成流水啊？哟，你唔是无刀？哎，是啦，哎，有影，李公子啊，啊，你甲阮同款吼，你也是朝廷的钦犯，原来是无刀咯。是，要当咱今夜间三人，这边哪里安心就好呢？啊，吓，嗯，啊对，来阮大头桥的阴刀安心就是了。啊，是，遐就是阴刀啊。哦，原来是听贵妇吗？呵呵，哎，有影，侦查户口本啊，爱改。电倒掉都无唔对了呢。金属部的兄弟竟敢刺杀五兄，我严请奉查干预啊！今加强扫地三十九乡的工作。马顶天在，方立天在，恁在台湾府的生活给我设擂台，因金强兄弟上擂，哈，火速速进办，好准备啊！西凉将杀三年多，追你带回吉林去维护着这擂台。如果见到金小宝兄弟，一杀猪不得有我准命啊！金小宝，恁这三十九雄不死，我誓不为人呐、啊！用你的不立齐无功之苗，将军不胜，倒对金庸城被罗成攻破了。罗成一枪在手，所向无敌，万军中排战如虎，将军势如破敌啊！
白罗孙桥自斩莫昏路，最终情王伯东强烈保护李密这个打出万丈围路。小子啊，今天无把你结果单杀，你唔知影背人机的厉害呀、啊！背人机针对罗成，呀他！被罗成一枪穿杀了，背完庭独立男子呀！魏冠廷也互相叮当躲起摇摇了，停停停停停，众将士归队。哦，都打，真是燕山的好男儿，燕山的好男儿哦。众将官占据瓦岗寨，安顿行兵，看好凶残兵士，严守营盘，不得有误。爹亲辛苦了，成儿，你镇守瓦岗寨，维护一般的兵马福利，我引兵回燕山就是。孩子。
上兄弟免怨叹，咱就是扶唔着主，所以今天才会变成这款。何必丧家之犬？如月如星实在太苦啊！哎呀，国父之死，何况万军中在咧战斗，兄弟也不能接担。军师，阿咱这边施出什么计策？收残兵，渐过流浪的生活，四处来找找金大哥讨回瓦岗寨吧。好啦，来找金大哥啦。小静啊，小静啊，擂台下人不假，起来高粱，起来高粱啊！拍我一拳，赏银五十；踢我一脚，赏银一百。怕我一刀，黄金五两，起来呀、啊，起来呀、啊！这就是军雷甲气雷嘞，用空军的叫做军雷，一边用兵器一个交战叫做气雷，分作两种的雷台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啊！哼！上雷台这个少年家归何来？金高刀，金高刀，是。你擂台上写的擂台联实在太过分了，拳打东西好汉，脚踏南北英杰，这什么意思？一言压倒大风，无跟你拍赌，你也不知道我金高刀的厉害。金高刀拿命来！用金高刀惭愧在擂台将军手头咯。啊，贤弟啊，贤弟啊，老师叫俺擂台主拍死，我来讨回公道嘞。哎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迄、那个擂台听讲是迄个靠山龙杨林摆设的呢。迄啥物人啊，共款啊，上介好拍倒擂台，佮掠这个甘龙碎尸万段啊，伊我准单啊。安那，行，还行得行吗？来来来来，已经拍倒十三个了，拍倒十三个了啊！拢无人敢搁起来啊！心啊，东西好汉，南北的英杰，拢起来吧，起来吧！有我准答了，无啊，一声你实在太过分嘞！哈，滚蛋！东西好汉，好汉咱家哦，咱家东西好汉哦，脚踏南北英杰，吼，全天下拢踏了了啊！哦，这边写这样啊，较酷。直刺金小子，欢笑先大公。哦，表示着咱大金小宝个神来相信。系啊，哎，我你讲吼，这边是用兵器战的哦。嗯，啊，那边是用空军的哦。嗯，你迄个三宝定我讲，这边用兵器给你，呀，那边用拳头给我。哦，你拢腿软的，你咪拢拼硬啊。你较搞你咧。哦，你好。哦，你嘛是有理啊！好，我起来介收赢一个，哎呀！哈哈哈！刘明拿命来，有啊准达，有准达，你就出事了啦！哈哈！我这波叫做回应波涛。无稀罕呐，看我这波砍牛鬼欢哎！无啥物稀罕呐，再来一波地平双空哎！无啥会啦，啊，火上烤精哎！头壳真亮了，破魂见我了！哦，你当时要练这部唱的，哎呀，哎好，我那边打酒车，啊，阿来我过来这边改变，卖啦，家扶回来啦，你改变唔多去往天市，你咪都无人扶，我，是啊，这么卫生啊呢，你吃槟榔，嗯是啦，吐血啦，哎呦哎呀，赶紧家扶来吃药啦，哈哈。
今天收拾真强的兄弟咯，危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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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煞咯，真强的多无不行嘛，请看熟悉，随同演绎。